由周海光、谭杏蓝、颜志飞主持的 View TV 节目《细路玩大咗》。节目中，周海光带着一班小朋友体验生活，认识社会。早前节目就带了小朋友去体验劏房执垃圾啦。周海光又带小朋友远赴泰国，见识泰国人妖世界，仲带小朋友落咗旺角，了解色情行业。虽然旺角都有不少小朋友去过，不过小朋友都好好奇喎。点解咧？嗰时候个招牌嗰啲嘢啦，但系有个垃圾桶啊。啲姐姐要着埋呢啲咁嘅泳衣嘅。嗱，就系等于咧。就係等於你去主題公園咧，你咪見咗嗰啲公主嗰啲打扮咧，有套衫嘅。呢個主題公園嗰啲姐姐咧，佢哋打扮咧，全部都係著呢啲咁嘅泳衣咁樣嚟招呼人客嘅，招呼成人嘅人客嘅。係啦，明唔明白？係佢嘅制服嚟嘅。嚟緊星期五嗰集節目組會帶小朋友去同呂飛如、歐海純學游水。呢班小朋友唔單止對社會好好奇，對歐海純嘅贊我條件亦都好八卦。喺一班小朋友嘅逼供之下，歐海純承認有男朋友。亦都透露咗佢嘅择偶条件，都几好笑噶。你咁靓，有冇男朋友噶？喂，你喺我面前问啲咁嘅嘢，咁搞错啊？好靓，有啊。咁如果即系拣男朋友咧，使唔使拣翻好似你咁样识得游水？之前啲男朋友都好似系运动型，运动型咯。如果你阿妈跌咗落水，同埋如果你男朋友跌咗落水，呢個唔使揀啦，一定係救阿媽啦。因為細個點解我會學游水，其中一個原因係媽爹哋話，如果你同埋媽咪跌咗落水嘅話，我會救媽咪，唔會救你。咁所以我要去學游水。